欢迎收看完全娱乐，欢迎好久不见老朋友朴正明。哇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朴正明，好久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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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老朋友哎，第几次来台湾了？我有点记不。对，老朋友，对，老了，老了，我也老了。来，没有没有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老朋友是很熟的意思，因为常来台湾。对对，这次是上，你想上次来台湾什么时候？上次来台湾的时候是，我。我的韩国的节目的时候哦，为了拍拍照拍戏拍节目拍节目拍节目吃的吃的东西，那多久以前了？两个月11月去年11月的时候，哦，那这样上个月前又再次来到台湾了，但这一次呢不是为了拍节目，这一次是为了跟台湾粉丝有个见面会。哇，我听说还两场哎。对，先赶快跟大家讲一下，朴正明呢，他在这个2月22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，还有晚上7点半，在大同运动中心的2楼会有2场的见面会。哦，那然后呢，现在呢就是已经可以去买票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到 iBong 去买他见面会的票，去支持一下。那朴正明这次来台湾的粉丝见面会，有带什么特别的吗？有特别的吗？哇，好，中文好厉害啊！对啊，完全不需要翻译。你今天来干什么的？你在，我们跟大家讲一下，讲说为什么旁边一直站着一个不介绍来宾？接下来给观众哦。介绍，自我介绍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哦，大家好，我是翻译叫重置，谢谢。哎呀，哇塞！重置也有见面会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在跟我共哦，是跟你一起的，好，大家也可以见到重置。好，朴正明这次有没有带来什么？因为粉丝见面会嘛，对，有没有什么带来特别的给台湾粉丝朋友？对，我的里面有2个人啊，哦，哪里？身体里面吧，里面身体里面，身体里面有2个人，新的，一个是什么性感的？性感的，哎呦，一个是更性感的哦。所以这一次在见面会上面会有很性感的演出吗？对啊，可以看，可以看，可以透露一下会怎么样性感吗？可以现在秀一点点吗？现在秀一点哦，真的假的？露个眉间是不是之类的？怎么性感？应该是舞蹈的跳舞，我的对对跳舞比较性感，这样。啊，才咋会有什么？要露一点点哦，鲜一点的衣服是不是？哇塞！所以这个是性感的，然后更性感的就先到这边。更性感的这个，裤子不行了，裤子不能乱脱。这样子，现在粉丝在电视机前面都已经啪，对啊，会喷鼻血。朴正明这次来到台湾，但是来台湾之前，你还有到欧洲去巡回演唱，对不对？对，欧洲很忙啊。很冷，对，可是粉丝的热心哦，粉丝很热心，所以我不就不冷了哦。哇，俄罗斯，还有巴黎，哦，巴黎，还有德国的 Dortmund。德国的，Dortmund， 请问一下有什么差别吗？有什么差别吗？我们也知道德国的 Dortmund， 你又重复一次他讲的。听说有人偷偷亲你哦，是粉丝吗？哪一国的粉丝？哪一国的粉丝偷偷亲你？可是那个是他们的文化哦，所以我了解。第一次亲的时候，被亲的时候，我吓到了。当然吓一跳呀。可是，第二次的人，第二次就被亲，第二次没关系啊。这个是他们的文化，所以我了解他们。哦，没问题。好，听说这一次台湾的这个见面会，还有除了你之外，还有神秘嘉宾，就是 special guest 啊，该不会就重置吧？是你吗？你是特别嘉宾吗？我不是。哦，你不是啊？有听说有神秘嘉宾 guest special guest 啊？有，刚才的那个人，刚才的更性感的，更性感的那个人，有没有？
可以跟我们讲，偷偷的讲一点点的，男生女生。조금만얘기해주실남생디얼男生，男生是男生，那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？긴머리인가요아니면跟我一样，跟你一样。现在头发一边很长，然后一边很短吧？对对对。啊、哦，所以会当天除了朴正明之外，还会有就是那个神秘的嘉宾，但现在不能透露给大家说是谁。那请大家当天呢、哦、到现场去支持朴正明的这个见面会就知道啊。那现在呢、嗯、还有最后的一些票，然后所以呢希望大家赶快行动到 iPhone 去抢票。再跟大家讲一次购票讯息，朴正明的见面会呢，时间是2月22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有一场，然后晚上7点半又有一场，然后地点在大同运动中心，赶快去抢票。这次朴正明非常有诚意，有很多精彩的表演，赶快赶快赶快快一点快一点，因为这个票真的剩不多了，所以大家想要去看他的话一定要去赶快抢这些票。那最后再叫大家，你跟大家讲说赶快来买票，用你自己的方式，很性感的吗？还是也可以很可爱的？哎，预备，三二，周琦，周琦，好，一二 ，Action！ 一定要买，一定要来哦，约定。哦，可爱哦！刚刚那是一个小啾咪耶。对，约定，哇，好可爱哦！你，我也吗？对，但是好，换你，可爱的，一定要去哦，朴正明的见面会，约定。哎，这个做真的有差，你叫我用你自己的 rest 吗？这个人还跟人有关系的这个。好了，精干的感觉。来来来，同志，赶快 push 一下朴正明的见面会，高高亮子，来来来，性感的感觉，性感的。大家，我们一定要来看他的演唱会。好了，大家赶快去 iPhone 去抢朴正明见面会的票，非常谢谢朴正明，让你们谢谢，谢谢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。